哎呦，要打我了！哎，不，你连一只小只都不行。打掉了，打掉了。啊！我点那个复活变强。我是点砍怪会吸血。哈哈哈！血效果很微弱，很微弱。我也觉得。啊！又来了，怪物又来了。不行啊！再一次啊！再一次！大家自己补好血，补好血，清了，清了，清了。有有，可以。赶快采纸，赶快先采纸。可以，你们可以升，你们采纸啊！有一个可以升血的怪物的血了，土又有要1000了。好。本金说哪一个特性死了复活变强？什么烛光还是什么？右边的那个，就右边那个。灯火。哦，有人看到了。灯火五重天。血量，哎咻！再升一些，再升不够升了。等一下，那你要来挖土了，要吃土了。有未来准备放怪，感觉该放怪了。哎，我来帮忙吃土了。吃土，他们也在放哦，他们也在放哦，也在放，没有，没事。不够，不够，怪不够多。嗯，奴隶有五个，奴隶有五个。我觉得采纸一定要有人去采。嗯，我先努力都采。哎，我采右三。波波可以升一下那个怪土，应该升土已经800多了。来了，升爆，强化血量 ，OK， 看一下哦。我有光剩那几只都是够他们受了，感觉可以再招一小波。有，我要招，我要招。有了。哎，哦，那个炼石者可能可以换一下，因为那个吃金苹果就有抗火。嗯，好，他们用掉了，那又有了。我放怪没那么快啊，好好好，慢慢放的、啊。慢慢放，放个两只。又清了，他们又清了。再放。哎，土元素又800多了啊！来了，我来升。先点怪再放吧。对啊，先升怪啊，先升怪。喂、哎，这几只小猫而已。看小、哦。也、哎、有几只小猫就够他们受了。可以。啊，没有放，他们也放了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几只小波的啊，来了，帮忙，我去帮忙。好，我继续吃土，我觉得土太重要了。又来一波，打跳跳，你们打，我们那个一定要有一个人持续采纸，我继续采。好，纸不能断。Go， 努力没了。好，升一下，我升个一个。有其他我可以升。那个血量又可以升哦，土元素700了。没有，满了，都吃满了。土元素全升满了。对，都是满了。他现在有缺什么吗？还是都满了，全满了？啊，我想要把那个吧，先把那个速度的那种。速度的话，那是因为它速度是两个风跟那个雷都要。对，那我知道去踩雷啊，雷是没有，你可能要来帮忙打。哦，我先打吧。我要快死掉，波波要死了。快死了，止痛药。啊，哇。来不及要喝止痛药直接，我觉得最推止痛药，因为它直接就有三排黄色血量。好，别来招跳跳了，比其他的都还要厉害。是了，好，我再招一些。止痛药。嘿，所以团团现在在采，巧克力你放到头上了。对，我知道。可是我觉得比较快是圆圆应该有你在封嘛，好，你在封。我在采风。好，你封。一直在距离太远，他们要一直晃。哦，他们又按到两次。又清了。他们太激动了。再招。有，我觉得这波有机会哦。帮他们清食物。有怪哦。好。先喝药水了。
哎呀，喝药水，喝药水，喝药水，不行了。有没有有籽的都去放过来，我觉得可以了，有机会了，我让他们清光光了。我身上没有籽。好，我继续踩，帮我，帮我。我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小将打掉了。啊啊！死了！啊！我死了，复活的力量。好，我去打那个深海。哎。后面小僵尸，后面小僵尸。刺客，我打我打我打我力量！哦，你只一刀一个哎，好猛！对，好了好了，好，有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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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你还有力量，还有力量！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！耐心耐心，我现在速度很快，我现在速度超快！哦，你都爆仓了！努力又没了，努力又没了！哇，没纸了，没纸！哎，我在采纸，五个努力。耶、yeah, ！我买了，买了，买了，但是也没钱了。他们又清了三个。哇！好，我再来买两个。他们现在是观察我们的动向，一走上去马上就清掉。啊！他给的中间那给的多吗？一次给多少？中间一次给50啊。50？那还好，我们这样走一趟就更多了。干脆不要买奴隶了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假装走上去要买，对，假装走上去买。哎、欸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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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痛，好痛，死掉，死掉，死去了，死去了。那个深海真的很烦。不要，不要远离我嘛！我们还是有好多枯工啊。嗯，枯工感觉。把枯工换掉啊！效果还好。团员们，去换一下。换好，把枯工看你要换什么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把这个元素先弄。嗯、好，我来去换。不过又来一堆小屁孩。这个我来，小屁孩我来打。那个跳跳交给你们。好，跳跳我来。等等，再被清线。我去买一些止痛药。然后止痛药都买了。真的，止痛药太强了。多买。土元素、风元素不够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小智的这个很好，很好应付，好应付。好，怪物换了吗？有，我换了，可是还有一个没换，我想换那个什么劫毁兽没换。你等你，我再收集一波大量子。这个需要吃个土。啊，要土才能够换。上啊，波波！又在造了，又在造了，又在造了。哎，好，300应该够了。悄悄不要看我，我只是个吃土的孩子而已。对，哇，止痛药，止痛药，止血！有了，都换完了，换完了，巧克力可以来了。啊，我大量子买爆。我凋零骷髅放两个啦，比较容易抽到。小智来了，小智来了，来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哎。小屁孩，哎，死！他那个你们结晶有放在怪物身上吗？没有，还没，我没有结晶，我没有结晶，我也没有结晶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，大量，大量，大量！我来打，我来，都是那个跳跳，都是那个跳跳。嗯，还是本机，我跟你拿那个结晶，哎呀，我去放。为啥打到？我跳到超痛。哦，你已经放了吗？好好好好好。是啊。努力才子。三手位过来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有巧克力可以换了。好、哦。纸其实数量还好。深海守卫真的很烦。哇，那个小屁孩一刀我就快死了。坏坏。好扯。等一下速度还没有满呢、欸，等一下我要去换速度，速度还差一点点。啊，小，哎，我刚怎么跳换到一个凋零骷髅？不小心换到。买个四瓶止痛药。的。继续招，继续招，大家继续招。嗯。止痛药水买起来。止痛药水好好用。哎呦，招一波，招一波过去，他们也来，他们也来。巧克力，巧克力血量有回吗？啊！我刚是止痛药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
他们死完了，他们死完了，他们死完了。有了有了，你们逆转了，你们逆转。一阵锵锵之中，真的哎，终于逆转。我也不晓得做了什么，就一样，就是把所有东西升到五五，然后就狂走，就这样。我们刚刚打麻将是四个人哦，是四个人在打麻将哦，不是只有。你们怎么了？他们刚刚打麻将，打麻将不救人啦！我们有先停下牌局。相公是不是相公？我们在那个挖土那边，是一人面向一边在打麻将。你们这是生海守卫跟小屁孩阵啊！对，想说试试看，这样子有用吗？还蛮难打的，生海守卫很烦，对，小屁孩可以用弓，但生海守卫就还是得打，就很痛。对，生海守卫比较麻烦。嗯，下次全部用跳跳好了。烦了，这是偏畸形玩法。对，我感觉应该让每一个怪不同，感觉这个要改善，或是有限制啊，就是可能同种怪不能太多，不能超过几只。五跟四啊，对啊，没有说他游戏设定应该有没有绑定一个怪，顶多就两个或三个，把那个幸运的这个数值就没了，对啊，就变成一般的怪物。我们刚才发现那个你先提升也没差，因为他提升那一个，你怪物再转换，他还是继承那个能力。对对对。哎呀，有啦！你们终于打破魔咒了，还是在满头问号之下打破？所以其实是八八吗？可以这样子怪人家、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说都是一定都是那个啊，好运波波啊，他在哪就赢在哪，哇天哪！哎呦，现在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下次要波波跟发发在一对吗？哎，没有没有，下次要平衡的话。要变掉波波，终于可以换我这样说，有没有？变掉波波啊，不是吗？可以把波波的好运外挂移除吗？我现在桌面开着波波 EXE 有没有？那太夸张，太夸张了。设计还是很酷。嗯、我是觉得随机的还不错，可是如果变成这样就不随机了。你要绑定一下，然后元素跟那个自身能力啊改善一下，因为自身能力的话，有自身能力一开始大家一定都要弄自身能力，对啊，因为那比较持续性的，而且快速玩法。被天气，被天气人的不友善啊！嗯，天气人，我刚从头走到点了两次清怪，你们发生两次吗？发生两次，对啊，连点啊，对，连了两次，一次是我跟哈蒂，一次我跟哈蒂同时按，另外一次是我手太冷点了两次。那也可以改用那个按钮，就比较不太会，按钮会比较快好一点。按钮记得最早好像是按钮，嗯，对啊。就不会连点两次，告示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按住右键，然后对着他啪啪啪啪，直接对，直接会赢嘞，直接获胜嘞。哦，这三怪是刚刚那一场还是累积的？累，现在刚刚那场而已。刚刚那场哦，我有做事呢。有啊，当然有。哇，好，迪叔。发发都比你行，我在打麻将。他们在打麻将，不要逼他们。发发都比你行，不是？哎、欸，我那个血只有两滴，又没有牛排，是不是打麻将比较好？那为什么打麻将比较好？发发，你看，再怎么样。你都比迪叔更厉害。没有，杀的比较多，你杀的比较多，可以啊。我们都很棒。没有没有，我好处想就比你们被抓到。好了，休息休息，辛苦大家了。休息。好啦，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一次的幸运怪物战争怪物公司啊、都呛了，
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一次的幸运怪物公司如何呢？感觉再优化跟修正几下，应该就很值得玩味了，好不好？如果大家期待的话，我们也会持续的嗨下去。而且呢，因为它有这种公用仓库跟私用仓库，感觉也可以跟小巧克来一场观众场也没问题哦。我们就好好期待啦！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会啦，大家拜拜。